我再也忍不住了，这个奖励实在太多了啊！满级有这么多奖励，我忍不住了，我零氪不了了，我要氪了，对不起了，兄弟们，对不起了。哇，你看命运的足迹，680星穹，4张这个金轨专票，1器残骸，6个燃料，210本漫游指南，210个这个提纯以太，哇，然后12万啊，这是多少？124万的信用点，哎，爽了，但是很罪恶。还有这个啊，刚刚那个是大月卡是吧？这个是小月卡，啊，小月卡也来一下，哇，爽到爽到，啊。用这些视频希望给大家一个警示吧，啊，警钟长鸣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当诱惑来临的时候，一定要勇敢的对诱惑说快。